Hello，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在餐馆吃 Ramly Burger， 哇哦，很棒啊！我一定要分享这个的，因为是它的牛肉很嫩的，今天叫了一个牛肉 Burger， 然后它的酱汁也不会多，刚刚好那种，然后面包非常新鲜，重点是啊，因为外面吃的面包，他们都有硬的，我不大喜欢，但这个是一流。好啦，记得是午餐啦。